太后可想知道，陪太子和一同前来的楚国使臣是谁吗？谁？太后的一位故人。我们草原的老人可说了，女人只有怀上孩子，那心才会被真正的拴住。你真会给我添乱。告诉我，你可好？女儿哭不得，你已经是太后了。太后哭不得，但月儿尚可哭。她已成为我的女人，你为何又追到秦国？你给我立刻。 离开秦国，可我不想让他走。说真话了吧？我有身孕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综合台《芈月传》。